大家好，又是我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整个大活是这样的啊，我妈有两个微信号，她小号不怎么用，今天我就盗用一下我妈的小号。现在我跟我妈说一声，喂妈，那啥，那个你微信小号借我用一下呗。为啥要给你用我的微信小号呢？我就拍个视频，我不干坏事。网络诈骗。好，放心，那个验证码给你发过去了啊。我已经登上我妈的号了，今儿下午我就要假冒我妈，以我妈的身份指挥王帝王。2 hours later。王立波，下班了，这我明天就不行，我今天累得不行，我休息啊，别吃饭，人下楼一下要休息啊。第一步非常简单啊，就是告诉王听我咱妈要来了，让她紧张起来。模仿老一辈说话，重点就是一定要有标点符号。咋了？这木着是吧？你妈来北京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刚给我发的，没跟我说呀、啊？说那什么吧？你妈把我当自己人，没把你当自家人，我成功打入你们家内部，有没有数？你知不知道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儿媳妇当的有多成功？我再讲你。行，那我今天刚好拍一个见妈妈 vlog。把这个表情包给你妈发一下，给老人说话要多加表情包，显得你就是特别的友好。待会儿开完会，我妈到家里来，怎么说呀？你先把家收拾，你看看这有多乱，你这不得面子工程，你得给我点面子啊！真没事，我妈从小就习惯了。我金媳妇儿，这得有点勤快的那感觉吧？收，哎，真是好媳妇儿啊！看这媳妇儿提俩大的，我这么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加油，王听过。都是你俩的屎天的妈屎妈！扫完记得把地也拖了啊 ！Hello。化个妆，弄个头发。好，第二步呢，咱们就要利用我妈这个身份啊，表面上呢是要请我和王天旺吃饭，实际上呢，按照我对王天旺的了解，他绝对不会让我妈掏钱，所以这叫什么呀？以退为进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中老年人表情包，画龙点睛。接下来我们下一盘大棋，哎，先借我妈的口虚构一个需要礼物的小孩，哎，这就上套了。没想到王廷沃的情商还挺高的啊。那这个小弟弟必须喜欢我喜欢的东西，乐高和奥特曼这俩买哪个我都不吃亏啊，狠宰他一笔，再加一个中老年人表情包微笑送给他。你们看王廷沃这嘴脸，但凡他能对我好一点，我都不至于这么整他。最后我们借妈妈的嘴，把我们想吃很久又不敢吃的高级餐厅分享给王廷沃。行了，开会完美收工。干嘛呀？咋了？带多久了？不是干嘛呀？你有任务，我们就要出门了。出啥门啊？你妈让我俩给她孩，就是她好像有个同事吧，就儿子来了买个玩具。哦，行，马上。快点啊！所以我们到底买乐高还是买奥特曼？买乐高干啥？死贵的。问题是奥特曼我不懂啊。我懂啊。你看那不都长得一样吗？这到底有什么区别？买袋这个卡算了，20块钱。朋友的儿子你就给人买这玩意儿啊？这哪送得出手啊？你这是个低情商。行，买，那我可没钱买啊。我买这个玩具，现在代表你妈的面子，面子不给人挣足了，那买个贵点的呀。啥不懂？哎，行了，放下吧。你那弟弟我跟我从小认识，我知道他喜欢什么。哪个弟弟？你说。哎，我有数。这个耐克萨斯的变身器，再整个这个。不是咋的？贝利亚黄昏。你还进货了，给你买什么？给人买。你懂我懂啊，那我不挑了，你挑吧。你挑吧，那你自己挑，听我的还是听你自己的？我警告你说，这真的不是给你买的。我知道啊，要真给我买的，我就从这儿挑了。我平常哪舍得买？好，行，你买试试看。面啊！给咱妈长面子，带咱们吃饭去。你会不会这种人情世故啊？你妈来北京看我们一次，啊、你不得给人准备点东西啊？啊，那给妈盛点水果呀。我教你买啥，好吧，来。那买啥呀？鲍鱼燕翅。那哪有鲍鱼燕翅啊？你有燕窝吗？口水。那就给咱妈买个燕窝饮品，你看咋样？我也想尝尝。那是给你吃的吗？关你屁事啊！就这个。哎，你吃干嘛呀你？咋了？逛零食区干嘛呀？给小朋友就玩具就够了。不懂事儿，买点薯片，买点零食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干啥？这好不容易你小弟弟来北京一次，你就给人吃这个？不应该买点什么高级糖果和巧克力礼盒吗？哎，我来尝，来一条呗。你也挺抠的哈。巧克力，巴西马。王总破费了，我情商好高，我是高情商人。媳妇儿啊，你说你要不要我再买套衣服，显得有面点？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。这高情商都用到外面上了，不会是这儿吧？就这儿，这么高级的地儿啊，这么贵啊？请你妈吃贵点怎么了？你妈从小到把你养大花多少钱？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那要不我要一份沙拉算了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在你妈面前显得我磕着你、亏待你，就显得你在我们家吃饱饭是吧？太贵了！告诉你就给我吃这个叫什么西冷牛排，最大份了。行，够了，好吧，我就这。不，
再配个薯条，再配个蛋糕，类似绒蛋糕。那点菜吧。等你妈来，咱就能点了。哦，那行，那我上个厕所。好，那么第三步，我们先假装我妈关心一下我们的动态啊，假装关心我们，实则呢是要求早点点菜啊，因为我饿了。再告诉王平沃，我们时间紧迫，为下一步放鸽子打下基础，步步为营，稳了一批。我看看，看你要吃什么？除了这个牛排，还有薯条，你还想吃啥？咋了？不等我妈了？你妈马上散会了，就赶紧点个牛排，做半小时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行行了，快点。我现在好看吗？就是看着身体忙一点。行了，别那么紧张，早上去逛会儿家具店的。好吧，这就很好嘛，这一看就是小女孩的房间。对呀、啊，虽然她回来这里放点牛奶香氛，让她每天都能。我妈跟你说她啥时候到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去门口看你，她是不是没找到地儿啊？有可能。最后，好，最后一步了啊！一定呢要先表示出实在是因为时间赶不上了，是火车和会议的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让王廷沃和我抓紧吃饭啊！看王廷沃还挺贴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予小两口我们最真诚的祝福，收工回去吃肉了。不是，咋吃上了？那你妈刚开完会嘛，然后她那个车票定的时间已到了，她得赶紧去车站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你吃了。我妈还不来了？是啊，你妈多辛苦，大会好惨。咋办呢？菜都点完了。挺好吃，那我吃两份牛排啊，这不为难我了吗？怎么样？这零食好说，这玩意儿没送出去，给你。你给我干啥呀？我又不喜欢玩。退不成啊？那行吧，那我收着吧。你干嘛？那行，那我先进去，我先进去。哎喂妈，哎您到了吗？您到武汉吗？啊？告诉你，你不打开，你知道演什么下场？那不打开呢？那走，横竖都得走，干嘛你进来？马上我就去找你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今天谁跟我聊天？是你还是你妈？你说实话。不是我妈，也不是我。那是谁呀、啊？你的替身吗？明明就是你喜欢他。你今天表演回来睡觉了？你跟没球睡一起？谁要你进来的？拥有本大爷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滚！